先扔车上去。大家好，我是西蒙，这个是今天刚收到的一箱啥果了？啥了呢？杨桃啊，一箱杨桃，正好今天下班早，跟我爸我们一起上我妈家给他们尝一尝，他俩都没吃过。只要这个水果的颜值比较高，像五角星似的，是吧？没吃过，我没见过去。难得咱们白天出来了姐，你咋还亮着天呢？嗯呐，天也长了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是天不长，这点就黑了。这都五点多了，接咱妈去。哎呀，你俩怎么穿的衣服一样呢，姐？嗯，我刚要说，妈，你咋跟我姐撞衫了呢？从哪撞衫不一样？那快关门。颜色不一样。妈，你把你给我拿来看看。我的比你的好看。你的比我的艳呐。嗯。亲子装呗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有一句话这么说的，就是当你越来越喜欢艳色的衣服，你已经老了。对，我这还是喜欢深色，证明我还年轻啊。我知道我老了。妈，你知道我们上你家干啥去吗？不知道。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特别有颜值的水果，高颜值的。后备箱。杨桃。啊？你咋知道呢？那回你俩问我，我那杨桃好吃吗？我说我没吃过。啊，对对对，咱妈在店的时候买的，你提前透露了信息。哎呀，我就想买了一点，咱们尝尝。我先不打算拆这个水果啊，先给你们看看这包装。这个还用纸糊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在路上坏了，还是这个商家直接给我个破损。擦屏，假的啊，我不能真给人擦屏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大家说我们家打包泡菜浪费那么多胶带呢？就是这个原因。你看看这个，人家打的很简单，你看这里面拽的，现在都不知道里面果丢没丢，或者坏没坏。所以说嘛，这玩意打包装必须得打结实。肯定。完，这箱还带补丁的。当然了，一个你就一个，我少买了点，咱们先尝尝。先给粉。这不行，应该这时候不行，得黄了才能吃。啥玩意？你瞅这个黄瓜，这都烂了。烂了。没吃过，你们知道咋吃吗？就是把里面是鲜红的，外皮是那个黄的，有的是绿的。你吃过？吃过。没有，我有一个课文，我读过。13个总共。这还有一个。14个。完了，你看有坏的吧？看，这家伙挺大的，它好像像冻了似的，发凉了。有的打开空的。我记得太简单说是把这个边好像是给他给掉了，然后切的去。上网搜一下。搜一下了。是不是下一家好咋吃？好丢人呐！没吃过这玩意儿，我爸更没吃过了。你看你真拍上了。啊，你看咱爸。你这老顽童，真是的。我没吃过，这有点尴尬，我搜一下咋吃啊。爸。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里面有这个酸梅粉，然后蘸着这个酸梅粉吃，然后或者是，完了还有就是把这个边五角星的这个边给它削掉，直接切着吃就可以了，蘸着吃。好的，你去处理一下吧。你这万一切挺好看呢。嗯，就是五角星的哈。哎呀，这五角星把人想搁到这儿的。尝尝。你看咱爸那表情，酸呐！你挑这个熟透的吧。妈妈，这个熟了吗？嗯，这应该是黄了以后吃比较甜吧。我吃水分挺大的，就是水分挺大，没吃出。吃过那什么番什么番石榴？番石榴吗？吃过。我感觉它好像没有番石榴好吃呢。我感觉它像莲雾呢。我姐就愿意吃莲雾。嗯，所以我吃这个我感觉还行，它不是很甜，但是水分很足，我就喜欢吃。就是水分挺大，嗯。不好吃你就别强吃了，你什么这么酸的，这玩意得和个人的口味儿呢。爸，嗯，我吃这挺甜。对，这样甜。你是吃第一口挺甜。嗯，真甜。这水分真大。嗯。